贾一凡微博更新，冠军他回家了，全队都带着笑脸。尤伯杯中国队以3-1战胜卫冕冠军日本队夺冠，这是中国女队第15次捧起尤伯杯。中国队双打主力贾一凡在微博晒出了一段全队合影留念的小视频，并配文冠军他回家了，喜悦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。视频中全队都对着镜头比出 V 字的胜利手势，或者竖起大拇指，虽然都戴着口罩，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带着笑意。一路经过辛苦的奋战，中国队终于重新夺回了尤伯杯。